妈，你好了吗？我想洗个澡。好，对了，你洗澡的时候站在桶里洗啊。你洗澡剩的水，我可以拖地浇花，咱家不比你娘家，以后可不能把自己当大小姐了，知道吗？门不当户不对的婚姻到底有多煎熬？这今天都是素菜啊。素菜，今天这仨菜哪个都不素，这鸡蛋还是大荤呢。我们年轻的时候，鸡蛋可是生完小孩才能吃的。媳妇儿，多吃点鸡蛋，多吃点。我这几天头疼，我还想多吃鸡蛋补补呢。妈，你以后记得多买点啊。多买点不得多花钱吗？哎，娜娜，你不是最近要减肥吗？多吃点蔬菜。你干嘛？我回家吃饭。好啦，喝水。你说的呀，妈都懂。可是女儿，你想想啊，你是和嘉伦过一辈子的，哎，他对你好吗？这不就结了吗？再说了，你婆婆呀，她就来住一个月，你一定要坚强起来。别人对你好，你过得去；别人对你不好，你也得过得去，这才是真本事，懂吗？可是，你放心，妈一定教你怎么拿下你婆婆。啊？妈，知道你爱吃红烧肉，我跟我妈特地学的，您来尝尝。哎，这好吃。哟，你们有钱人家还会做菜啊？路边买的吧？不管你婆婆说什么，你都一笑了之。忍住，深呼吸，1分钟啊，很快就过去了。妈，您这做的什么菜啊？这么香。对了，我妈还说了，趁你在这住的这段时间啊，让我多跟你学习学习。您是怎么做菜的？您是怎么做家务的？要是我能有你一半厉害啊，那我真是不得了了。千穿万穿，她马屁不穿。不管她是喜欢你还是讨厌你，咱只要结结实实把这马蹄子给拍上去，他也就拿你没办法了。你们这一代人啊，有几个会烧菜的？该跟我学几招，以后啊，用得着。对，妈，你说的太对了。对了，赶紧发个微信，谢谢你妈。嗯，好。哎妈，您这菜这个调料放的特别香，这香味飘的整栋楼都是，真的绝了。